台湾羽球男双李洋配王麒麟李洋四号在巴黎奥运击败中国组合，拿下金牌，完成二连霸，嗨翻台湾民众。王麒麟兴奋发文：“这是一个疯狂的夜晚，连二拉二，胜利是属于你们的，谢谢大家，我爱你们。”高光时刻，外界好奇王麒麟会不会借此向女友陈诗媛求婚，王麒麟害羞表示：“但赛前与艺人蔡尚桦约定的赢球承诺，则是让王麒麟收爆。麒麟，你约好了，如果你在国际赛赢球，你要做什么动作在镜头前给我们一个暗示？这怎样？这是在说话有妆？如今夺金，蔡尚桦立刻公开影片写下：“不是说好再拿奥运金牌，就要对着镜头开高叉泳装吗？”王麒麟装傻回应：“我有说过吗？”笑翻一票网友，纷纷期待，请说到做到。